我找一位姓华的律师。我就是。我是一个姓安的委托人叫我来的。好，里边请。好。都到齐了，我们开会吧。这个地方以后就是我们行动的一号接头地点，所以大家出入的时候尽量小心一点。小芳，妈，今天妈妈说不开会。小芳，快点，小芳，小芳，小芳，爸爸就出去几天，回来给你带好吃的好玩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就几天，哎，你倒劝劝他呀！啊，劝什么呀？船都快开了，我自己还没想通呢。你把他带上，不就什么都解决了？我带他干嘛？咱们不是度蜜月去吗？谁规定度蜜月就不能带儿子去了？你就是嫌弃他。我告诉你，我嫁给你啊，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金宝，他不去。我也不去了，我们娘俩就在这待着。你一个人度蜜月去吧。来，金宝不哭，妈妈带你上楼去，让爸爸一个人度蜜月去吧啊！哎，好好好好好好，金宝，金宝，爸爸带你去。我去玩喽！爸爸带你去玩喽！来啦！哎呦，你的腿！哎，走。行不行啊？啊！这次看到这位先生的时候，大家可要客气点啊。啊，慢别来无恙啊。哟，干爹呀、啊、您好啊。你好啊，我托您干爹的福，也托党国的福，还可以。
亏你还记得老朽，记得党国。老朽被日本人追得狼狈而逃，党国的前哨阵地就这么落荒上海滩，得托您金会长的福。干爹，天地良心，您被出卖给日本人的事跟我金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事到如今你还嘴硬，你看清楚了，这是党国的接收委员会，不是你当年日本人的特高科。你现在就是我案板上的一块肉，我要杀了你，小菜一碟。是，我是你的干爹，但是在党国的利益面前，你要跟我提党国的利益，我想起一件事儿。打仗那会儿丢那批潘尼西林，那得救多少党国士兵的命。拿那批药发国难财的人，干爹，现在要是被您逮着，得他妈就地正法吧。你接着说。干爹，您现在威风啊，有这么大个办公室，我金山肯定是案板上的肉。但您得想想，想当初要不是我金山鞍前马后，您那么多事儿谁给您办去？如果哪天上海滩有更大的办公室，您能保证您不是案板上的肉？您何必呀？行啊，你硬气。金山啊，你看，与其咱们俩这么斗来斗去的，不如我们联手，利用接收的这个契机共同发财。我需要你这么一位又有实力又聪明的人联盟，怎么样？干爹，我现在就算有这心，我没这力呀。您刚才进来的时候没瞅见吗？我都瘸了。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呢？哎，干爹，我家里啊还有一张重庆的委任状，我打电话给查理，让他给您取来吧。您见过那东西？是吗？这您可别忘了，当初为了弄这么张破纸，我他妈差点倾家荡产。你不说我还是真忘了。但是现在你三弟要让你倾家荡产，他最近一直跟刘仁轩的女儿打得火热，这孩子呢一直跟共产党的地下党有联系，如果你不加以制止的话，肯定会牵连到你。房子都是我租的，我能不知道谁来过？你开业时候跟我怎么说的？干嘛呢？拿去。这里谁负责？我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要搜查。老总，我叫金山，你们大队长跟我都是朋友，
这是我弟弟开的地方，不是说搜就搜的吧？我们今天封了上头的密码，必须要搜。让开！你不能进去！不让开，不客气了。是华先生吧？是。根据线报，你涉嫌非法集会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老总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有什么事到局里再说。小文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那个姓金的在现场闹的时候，警察就出现了，而且直接冲进去说找安妮，然后在门口抓走了华小文。这么说，是金山出卖了他们？有安妮的消息吗？我到晚了一步，现场没有看到他们带走安妮，很有可能是金山告的密，估计安妮同志也是凶多吉少。这个可恶的汉奸，我们去杀了他，为华小文和安妮同志报仇。好，好。老冯，没办法，我摊上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弟弟怎么办呢？这事儿我还得麻烦你啊，等我把我弟弟带回家以后，我一定严加管教，好不好？带回去休想啊，我能保住你三弟这条命就不错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，老冯？这不是这个事呢，我做不了主，您还得去求何爷，这何爷他答应了，我这儿没问题。安妮，你没事？我没事，你们肯定是对金先生有误会了，快跟我走，快！真他妈的！还好，只是擦伤了点皮，到底是怎么弄的呀？查理，还不是怪三少爷，他窝藏共党分子，搞秘密活动，现在被警察关了起来。我们想去营救，没想到半路这帮共产分子杀出来，想要置我们于死地。那个小兔崽子，小文还是个孩子，有时候想法太单一，你做哥哥的别跟他一般见识。阿山，小文现在被抓起来了，不管有多难，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救出来。看你说的，那是我亲弟弟，我能看着不管啊？我觉得你最近心情很不好，
别想那么多了，这经历战争，多少人妻离子散，咱们算是幸运的了。你不懂。日本人在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，枪口是一致对外的。现如今日本人走了，可以来分胜利果实了，你身边说不定哪个人就能要了你的命。当初打仗的时候，姓何的骗走了我的药，即便我不追究，你觉得他能善罢甘休吗？他那个人我斗不过。斗不过就不斗，咱们可以躲得远远的。咱们家在这儿，房在这儿，我所有的生意都在这儿。躲哪儿去？那现在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反正他妈认贼作父的事儿，我金山干了不止一次。何况这次是为了我亲弟弟。老天保佑，让咱们一家人都平平安安的吧。干爹，这一张是我孝敬您当初离开上海奔波劳碌的安家费，这张是带我那不懂事的弟弟孝敬您的这个闹心费。都是美金支票。我知道您刚回来不方便，特地给您换的。你也算是用心良苦，这样我让他们安排尽快的把你三弟放出来。哎呦，至于出来以后怎么管教，你心里应该明白。我绝不给您添麻烦。他通共的把柄可在我手里攥着呢，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我随时翻脸。怎么会呢？谢了。现在呢，日本人刚刚投降，上海滩的传统势力还没有恢复，啊，我呢是接收大员，你是本土大亨，上海滩的水有多深，你我最知道，啊，从今往后，你的公司就是我们。财富的中转站，您放心，干爹，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嘛。回家吧。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谢谢你给我自由。我是你哥，金老板。我希望你记住，我华小文烂命一条，有什么事儿冲我来，别去找安妮的麻烦。记住了吗？小文，小文，三爷，三爷，你误会你二哥了，你不该这么对他。
他为了你的事做了多少违心事儿，受了多少委屈。你他妈个小兔崽子，好坏人分不出啊，早晚被你臭娘们害死。查理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去劝劝他。快，小文，小文，错的。小文，你明天送我去码头吧，我们要撤离了。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再给金先生带来更多的麻烦。安妮，你来了，去找过你二哥吗？你大哥和你二哥都是你的亲人，无论怎样，你都要善待他们，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。你也是我的亲人，就一定要选择离开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对于我来说，没有什么比我现在工作更重要的。再见。安妮，你这一走，我们这辈子是不是就见不到了？
下一个。我记住了。一起吃饭来。多吃点啊。倒杯茶，我吃饱了。你踩我干嘛？吃饭。这碗饭，两根金条，$80万，我吃得起吗？都是亲兄弟，别说这些，快吃饭吧。告诉我。说什么？你刚才就该拿根笔，把他刚才说这话给他记下来。想当律师，你放心，安妮已经离开上海了。我想想。行啊，丁成亮、林志明、陆文辉，行啊，你手脚还挺快，我还说找个人帮帮你。哎，金山啊，这个五金大户潘伯明怎么没在这份汉奸富豪名单里啊？潘斌，当时他给日本人捐款，他儿子都被日本人绑起来了，他那是被逼的呀。给日本人捐款那就算是汉奸，日本人杀中国人，他给日本人捐款就等于帮日本人杀中国人，不是汉奸是什么？明白了。今后啊，就按咱们事先商量好的，你拿着这份名单去吓唬他们，收钱。我呢，利用接收大员的权利替他们开脱罪名，还是收钱。财源滚滚呐！那金山啊，你得找一个人把这个账管好，我可不愿意最后被别人接收。你放心。发了财以后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我还能干嘛呀？接着卖药呗。就这么点野心呢？啊？我
跟你说啊，我经过这次打击和漂泊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权力才是财富的保障。我现在大量的攫取财富，就是想让它成为我爬升权力的台阶。我跟你说，金山，早晚有一天，我要主宰这个城市。潘老板，我可不想在这跟你谈价钱。阳新模具厂的周老板你认识吧？啊，认识。前些年五金材料吃紧，我还在他手里进过一点。他跟日本人可没什么关系，只不过从建国军手里买了点废铜烂铁，前两天在提篮桥给枪毙了。你说像他这样的都能吃花生米，像你这样给日本人捐过款的，金老板，我把这笔款子打进来，你能保证我全家平安无事吗？你要不相信我，咱们就不谈了。别，金老板，两天以内我一定把款子打进来，那么我的全家就仰仗您的照顾了。放心吧，查理，送客。金老板，全靠您了。查理，请把景豪叫进来。老板，您找我。景豪，那几笔账怎么样了？哦，有两笔已经到临时账号了。老板，我那个账怎么做呀？反正是临时账号，千万别坐在公司的账上，把那账拿来给我。去吧。哦。喂，你好啊，张先生。王小姐好。最近都没看到你，你把我的事情办怎么样了？确实是得结婚的。所以我得问你啊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还不是由你说了算呢。那好啊，我这两天就安排你跟锦豪的婚礼。人家也不同意啊，你没见人家出去的时候那么表情那么尴尬。我都跟他说完了，但这是明媒正娶，你得表示表示。我怎么表示啊？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
合适。怎么不合适啊？王亚芳配不上你那同学啊。二哥，你这打的到底是什么如意算盘？你是不是在王亚芳那儿有什么说不过去的事儿，所以才赔上锦豪的幸福来填坑啊？别老动那没用的脑子。我跟王亚芳的事儿很简单，就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的事儿。张锦豪跟王亚芳的事儿是另一个男人跟这个女人的事儿，明白了？你这种道理说到天边都不管用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王亚芳派人送来的。你就这么收了？停。喂，好，我知道。怎么了？这么晚，谁来的电话？王亚芳，他好像喝多了，想让我去一趟。他现在心里也不好受。阿山，你去劝劝他吧。没事的，你去吧。我等你回来再睡。今天
何爷是什么人，你我都清楚。你跟他在一起叫英勇抗日，我跟他在一起叫同流合污啊。你马上停止对何爷和金山的调查，放了金山。为什么？我金山就是再混蛋，